新竹县新竹北市长候选人林冠年，他爆出了酒驾争议，被民众党撤销提名资格并开除党籍。当时测出的酒精浓度是 0.29， 不过对此他先是在脸书上喊冤，强调自己没有酒驾，今天也亲自出面说明。一起来听他怎么说。警方没有给我这个呼气浓度这个检测或拘测确认单，直到事后这个笔录的时候才拿给我。那当下我们反映到说，因为我平常放在车上用这个漱口水真的是有这个酒精成分。秀出发票证明自己确实有购买使用，跟现场直接使用漱口水来进行酒测，确实会出现超标状况。还提到当天酒测要求漱口被拒绝，但强调全案进入司法调查阶段，就等判决出来厘清真相，还他清白。而竹北市长选举虽然被退党，但他已经登记参选，会跟民众党内来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